想象一下，你手中的笔触一动，平静的画面便生动起舞。注意，这不是魔法，而是科技的奇迹。今天我要带你领略 Runway 的神笔马良功能。这个工具目前正在测试阶段，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。我觉得它注定会在 AI 生成视频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让我们先睹为快，再学习如何使用它。神笔马良真正的名字叫 Motion Brush， 直译过来就是动态笔刷。它可以将图片上被你刷过的局部区域赋予动画能力，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生出相应的动画效果。同时它还支持自定义功能，比如你期望运动的方向。接下来详细教大家如何免费使用。首先来到 Runway 这个网页，点击这个 Try Now， 输入好邮箱地址，填写好用户名和密码，填写好邮箱验证。进入 Runway 的首界面，点击 Start with Image， 来到工具界面，点击上传一张图片，这里我上传一张吉卜力风格的图片，点击 Motion Brush， 然后使用神笔马良工具将云朵和船进行涂抹，最后再轻轻调整一下位移的方向，一张吉卜力风格的视频就生成。好啦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快来试试看吧。